时候他是五十四十七台的时候，四十七台的时候他就写这个、一直看哦，一直看啊。After 2 weeks 十八台，他写这个是说、我很开心我会成为一个6A 领袖，四月的时候，四月二十九号我会成为6A 领袖。我还在说着 OK 啊、After 两个礼拜是十八台，十八台不错吧、但是我要五十四台哦，所以我David 刚刚讲的哦，我要postpone to next month，David 所以他就因为那一个月要五十四台才可以做到他的这个目标，但是两个礼拜过去了，只有十八台，所以还有剩下三十多台，所以现在只有剩下两个礼拜，还有三十多台，他就心想，倒不如把它推迟一个月吧。啊，那你们听到哦，我被老婆骂哦，说每天在锻炼，不会坐在锻炼，他一直看哦。然后他老婆就跟他说：“哎，你的梦想这么小的吗？一直看，一直看。说这你就要改变你的梦想了。啊，一直看，信心会上的嘛。对，你好好看，你看你现在好久，你过得怎么样？啊？No, I never say. Hey, go here. Okay, hey.You go down to the slide again. I think you was there. Not all. Yeah, okay, okay. So April, direct sales 我忘记几台了哈。Good sales 55。但是那个月做到55台啊。谢谢你啊。I want again. 啊，先谢谢你啊。哈哈哈。I must find out from you total how many. I can look at my report lah. But it was a journey. It was just a very interesting journey.很重要，为什么呢？73天 after that 那个 global contest 蓝色的就是我的 Vincent 跟 Gary Gunn 五月四个，这个是Judy Fleming from Singapore 蓝色的这个 50% A 1,2,3,4,5 全球最 top 10是五个是我的 downline 啦。OK， 呀呀，连三个是我都到了，谢谢你。因为我看原因很重要，你明白吗？熬吗很重要，不是我好，是这个 the keys the principles work。不是他厉害，而是他所用的这些原则，当成是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很厉害的原则，要用目标卡。Sam and myself, Sam, Gary and Judy, then, yeah, 全部很多了，就 OK. Then, 我几月啊？好，公司觉得73天蛮快啊，他gave me a free trip to US. 所以那时候他73天呢，上六月全部是73天，所以他们就决定给他来去。给他一个飞机票，让他去美国。美国的来跟你去啊，去上台。上台呀、OK， and then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上上线 Cynthia， 他带我去 Los Angeles 看看，叫驾车拍照这个。我刚刚知道这个是 Mulholland Drive， 刚刚那个。然后他才知道这个就是那时候 Jim Carrey 那个明星，他以前就是没有钱的时候就是。就是这个地方嘛，他晚上去，而且晚上的时候很多灯光啊，在那边。Jenny 跟Dennis 有去吗？Mulholland Drive。所以我刚刚知道，这个是Mulholland Drive。我这一次上个月，我刚刚去 LA， 特地驾车去Mulholland Drive拍照。还没有等一下，为什么没有呢？不见去我那个 photo。Never mind. OK。Then 开会在 Marriott Hotel Torrance。在一个 meeting， 我见到两位，我们那时用很多 video 这两位，你们有听过这Daniel DiMagali 吗？那是2011年的时候。你们有听过 Bob Gridelli 吗？我见到他们两个，哇 ，take photo， 然后这个是上个月的啦 ，important， 第四点是，我新加坡那时没有 office 啊，没有 manager， 没有 upline 已经回去了。所以我要跟很多人学，没有人学，见到这两个，
After that, 我一直打电话给他们，跟他们学。所以第四点 ，is who you associate with。第四点就是你是跟谁交流的，你的圈子是哪一种人。So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you need to have 原因。Second most important point 就是这一点。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你和你是跟哪一些人学习，你的圈子是哪一些人。啊，这个是在啊，美女们，姐妹啊。Who's that? Hello. Elena French. 在起来。啊，他这一位每个月做2000多台。嗯。这一位每个月做6000多台，他是我的 upline。Yeah. Sam, you want to know Daniel says his business training he condensed to 1 minute. That's all. Want to earn $1 million a year? Recruit people like that. Yeah. Okay, but anyway. So, 第一点最重要是 number one point, 你的原因。第二点是要一个目标，是目标啊，有进步一点点啦、啊，要有一个目标。第三点呢，啊，阿乌玛 ，How you explain 阿乌玛？全力以赴，全命以赴。全命以赴。第四点 is your association。第四点就是你的交流，你的圈子。但是前几年，阿 Sam 跟我们已经上台很一直上了，所以我们my association 现在的 MD。但是前几年呢，他们的圈子呢？我们的圈子，我们慢慢跟他们的地步了，你明白吗？所以我没有啊、感觉到 I never grow。哦，所以这几年呢，他发现他跟已经跟上他们这些的地位了，不是地位，这是他们的圈子脚步了。所以我到这个脚步，我前两年没有想到。never grow。 所以 他一直都在进步，没有进步，前两年前两年没有进步一点点而已because my association 我已经到大概他们的地步了，你明白吗？所以OK， so 我觉得我要进步，但是我要换我的 association。 所以他就发现呢，因为他已经很靠近这些美国的领袖了，所以发现去年呢，他的那个进步的步伐呢比较慢了一点，进步空间少了，所以他就发现，如果我要再进步的话，我的圈子要改变了，我现在要不同的圈子了。所以我觉得，哎，我一直在，这条鱼我在一个小湖啊游泳，这条鱼差不多蛮大的了哈、但是我没有realize， 所以是 realize。所以他没有发现到这个湖蛮小的，其实因为世界很大嘛，所以我肯决定我要去一个湖比较大的。我去到一个湖比较大，我钓鱼可能没有很大嘞，你明白吗？因为我要进步，谁要进步？这里谁要 triple your income？ 哎，我在 you transit。所以要三倍，你要三倍增长。如果你要你的收入三倍增长 ，OK， 你要三倍你的增长，要 follow the leaders 啊。你要跟哦，跟对吗？讲的有原因吗？对。Even it is uncomfortable。如果你要三倍增长的话，你要跟住那些成功的人的步伐咯，虽然不舒服的。所以我上个月我去啊、，Can you describe GoPro event? It's not a direct sales. It is MLM. OK， 那 GoPro 这个是 Eric Worre， OK， 全球最好的，全球最好，它是所有全球的这个传销行业里面是它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个训练人。或者是一个人，他呢他自己以前是做传销商，他赚了很多钱的，但是这几年呢，他的 passion， 他的那个他的爱好，他不是想要在传销里面赚更多的钱，他是想要帮传销呢来说话，成为传销界的代言人，
他做的这些 training 呢，不是为一间公司做，他做的 training 都是很多不同的公司来的，让你们去交流，让你们去就是为这个行业而说话，为这个行业来发展，抬起这个行业，抬起这个行业印象，抬起啊，让而且你要有 professionalism， 要有职业的水准，不要把传销变成像安迪做的，那是他，所以他认为。要做呢，要有水准，就好像你去做工也要有一点水准，对不对？打工也要有水准嘛，你要去做 engineer 也要有水准嘛，所以这个也要有水准。我去到那边，他们有规矩的，他规矩是我们不看，可以放自己的 company 的 badge， 不可以拿 company 的 bottle， 不可以的。刚刚 bottle 丢，不可以再去。去到那边很安全的，不会 cross recruit 的。OK， 我 I'm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I caught， OK。所以他会告诉你他在里面抓到些什么东西。这是去年的十二月，我、欸、去年的十二月啊，对，我还的 ticket 是美金500块，是 ，OK， 但是他们还有 upgrade， 美金500块做后面的 ，OK，upgrade、okay? to gold 金的 ticket 多400块美金 ，upgrade to VIP 是1000块美金。Upgrade to Super VIP 是3000块 ，OK， 我 upgrade to 3000块了。为什么呢 ？At first 我 upgrade 1000块，我想想三天的 meeting， 我所做的，我跟 Together 的 upgrade 1000块的 meeting， 谈天有一定有东西好学的。但是我 upgrade 3000块，我跟3000块 upgrade 的人做嘞，我所谈三天的料多少？多少？很值的这个。很值钱，对吧 ？OK， so 我 I will continue 啊、。For those who can read， never mind， I will come to。So this is GoPro， 这就是我上个月 ，OK。这个是 running shoe， 因为我去 Honolulu Marathon。这就是 Eric Worre。This 这个苏联的人。苏联。啊。他跟我做，你看到这个 tag 是 purple 的，全部这里是upgrade $3,000 的，还没有算 basic ticket 哦。400块再加3000块美金哦。500块。500块加3000。啊，因为我还 very late， 500块，早点还就便宜点，low cost。Okay， let me tell you about him。他讲英语麻麻的呀。Okay。麻麻的，他讲哦。还有这个的啦。Okay， translation。Translation。Okay， good。The headphone translation to Russian。哦，他有一个，他带一个那个翻译器的，翻译器俄罗斯文。他老婆完全不会讲英语的，他们两个都是 VIP 的 ，Super VIP， 你看到吗 ？Purple 的，3000块，6000，这个是他们的女孩子，他的是 upgrade 1000块的。OK， 我问他跟我讲，几年前他。跟他的下线来到这里坐在后面的几年前I think 是4年前两个 next year 是20个下线从苏联来 next year 是50多个 this year 200多个 as in last year as in 2018是200多个我问他你赚多少钱每 this year He said every year earn $1 million+. 每年100万美金，过100万美金。因为他们看到大湖，在大湖游泳，看到看法就不一样。好像你们来到明天看法不一样了。第一次来到明天，哇，对不对？这个更大的明天啊。OK， 这个是 Eric Worre 的师傅。Eric Worre 刚才那个博大的师傅。你知道他赚 so far in MLM 赚多少钱吗？一个 one company， Jenny， you guess， $100 million， 来，美金，100亿美金 so far 他的，一间公司从以前到现在总收入已经超过了1亿美金，他。Was one of the guest speaker， 他是其中一个主讲人。So I learned from someone who earned $100 million。五花我可以到五花我金五花。
OK， 这两位是墨西哥来的。OK， 这一位完全不会讲英语的，你知道他是谁吗？来 ，next picture， 他是这个 MLM 公司的 CEO。Even 你好像 Mr. Oshiro 去听哦，要学哦。CEO 不是 Mr. Oshiro， 是好像大店大店这样。传销是公司的那一个总裁，这个是 distributor。Super VIP next， 这个是 owner of a company， 这个好像是 Mr. Oshiro 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传销公司的老板。This is the owner of a company called Rain Nutrition。Rain， 已经几年了，他是这个 distributor。I ask him 他赚多少钱呢 ？$1 million+ per year， 就是百多万美金每一年。就我有用过他的公司的产品，哎，过来了。他听到 $1 million+， 他怕。惊了，惊了哎！这是 John Maxwell 全球 on leadership 最好的关于领袖的这个训练呢，写书呢，他是最出名的。Maxwell， 你知道他卖的书几本吗 ？30 million books， 他卖超过3000万本书了。He has teach his principles in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每一个国家他都有学习到他的那个领导的法则。很多是 politicians government， 而且有一些呢是这些政治人物。He was a guest speaker。他是其中一个主讲人。This man earned $1 million+ a year for the last few years。中年人呢，过去的几年呢，每年都超过$100万。He attend this event 8 times already。他已经参加这个8次了。赚了这么多钱还要 attend， 为什么呢？有价值吗？这个 meeting。From USA， 我打电话给 Sam， I say Sam， your 2-day event， discover your true potential in Kangen and EKW， you know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the event。对啊，在洛杉矶的时候打电话给 Sam 说 Sam 你的里面很好，一个就是 EKW， 另外一个就是 Discover True， 对不对？这两个都很好，都很。然后跟他讲，你知道我尊敬你的 value 有价值的，但是你要听我的，你相信我吗？我来到这几天，你的价值那两天诚实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不是说他的不好嘞，我是说这个很好。Then Sam said, 10 tickets. Yeah, 10 tickets. 这个是 $1 million earner a year. 过百万的收入的。连他的 upline 看得很普通， $2 million+ earner. 这是他的上限。这个每年超过$200万。他们还在 attend 哦，为什么我不跟他们拍照呢？这个是我们 Super VIP 一起吃的。跟他们谈很多，我们现在做很好朋友。他讲，哎 ，My family when go to Washington D.C. can stay with them. My 6 children 我说。他说，下次你来洛杉矶，可以在他们家住。很好朋友。This lady is from Israel。以色列的这个女人。她从她的 bank account 全部的钱 ，to come to this event， 没有钱了。用了全部的储蓄来买了参与这个机会。Eric Worley以前也是这样的，驾车去 meeting， 没有钱住在餐厅里面 hotel， 酒店，他在车睡哦，他也真这样。This lady is a former triathlete professional。这个是三项全能的一个职业选手啊。Now she earn $1 million+ a year。现在也是每年过百万美金收入。She paid for her personal assistant to get a super VIP seat。她不单止自己来呢，她甚至还钱让她的那个私人助理也来。3000多块的美金。哇，她的想法真的很棒哦。
他 if those of you who have watched the show Rise of the Entrepreneur, she's one of those interview. Okay. 他在这个这套戏里面 Rise of Entrepreneur. 你看这个 old lady 啊，大概七十多岁啊，啊 taking notes， 坐我旁边的。那些。啊，我跟他拍照哦。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 Eric Worre 的母亲，母亲还在那边 taking notes。你觉得有料吗？见过吗？梅金转身打篮球的魔术手，他现在居然是他现在是 billionaire， 他现在是亿万富翁，他是 businessman 来 businessman 啊，他教他的 value， you know what is his main value Dennis？ Undersell over deliver。 他说这个价值呢最重要是什么？ Under promise undersell or under yeah and it, but if I could take one thingSuper over deliver、哦、他说的是第一个承诺，但是你要承诺要降低，但是你的付出你的解除的要高。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undersell or under promise、啊、你要怎么要低的承诺、啊、低的承诺。你们要请一个人喝咖啡 Dennis Kong 跟他学哦、要跟他最好的这一点，我很尊敬他这一点。I learn a lot from you, Dennis. Thank you. Okay, explain this. 低的承诺，高的付出啊，不是高的承诺，是不？没有这样好，讲到这样好，讲到那个人死了也会喝了龙啊，也许也会。相反，只是低的承诺，但是你付出的时候，给出的那个价值要超过这个。这一个黄色的就是还 upgrade $1,000， 17岁 Spanish distributor from Spain and willing to upgrade。 这两位是17岁的 Spanish distributor upgrade $3,000 3000美金加3000美金17岁。 Then during the meeting Eric Worre talk about